演员站在我面前都跟小孩子一样啊，冲啊冲啊冲啊！我就不能有一个正经的感情线吗？我要把我的爱、我的肉、我的灵魂、我的整个都给你。哎，我受不了了。新浪娱乐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磊，今天我来挑战小浪立个 flag， 你敢问我就敢答，现在开始。吴磊、崔永轩上热搜，追星女孩纷纷说放开你的火烈鸟让我来，对此你想说？其实当时我是真的在很认真的吹那个火烈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那样子。男生一不客气，谁说他扭来扭去吹呢？我其实也不知道，我看到那个动图的时候我也吓了一大跳。有时候生活吧它就是这样，有时候看到自己上热搜，你内心真的是毫无波动，甚至有一次想笑吧。沙海中你公主抱粽子，网友评论黎素和粽子死我了，对此你想说？我就不能有一个正经的感情线吗？我就不能有一个正经的感情线吗？网友评论说你觉得你看谁都自带感情线，非常深情，能不能现场给我做一个那个你最深情的眼神，就传说中的爱是吧？快去舔那个空投，我给你架枪，快快去舔，冲啊冲啊冲啊。你觉得你和丧尸哥哥的相似之处是最大的区别是？相似之处，不好意思，我和黄老师都是北电的，最大的区别就是我相信他采访的时候手机一定会静音。如果粉丝剪的视频内容是丧尸弟弟不许看，你觉得视频内容会是这种？一般是鬼畜吧，什么那种癌那种鬼畜吧，这种一般是鬼畜吧，鬼畜鬼畜鬼畜吧，那种鬼畜吧。那不然呢？有时候一些视频看进去自己也害臊，所以说，请现场教粉丝三句。三十弟弟一听就想和我谈恋爱的话，不存在的。这个是，你要是要跟别人谈恋爱，你肯定是要跟别人好好的相处，了解这个人的涵养吧。一句话就谈恋爱，这样的这句话是不存在的。说一条网络上三十弟弟听了很无语的八卦。有一次我出去跟别人聊天，然后他说：“哎呀，我累了，你快站起来让我看一下你。”我说：“怎么了？怎么了？”我站起来。他说：“你不知道外面都说你已经长到1米9了，说你已经长到1米9了，接不了戏了。说什么女演员站在我面前都跟小矮子一样啊？”我说：“不会吧，我什么时候长到1米9了？”官方澄清一下，现在到底有多高？现在应该差不多1米9不到吧。哈哈哈哈。如果下面三类粉丝魂穿吴磊，你觉得他第一件做的事情会是？一女友粉会照照镜子吧，妈妈粉的话，他们老叫我不要抠手啊，不要穿破洞裤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妈妈粉的话会帮我把破洞裤缝上吧。兄弟粉那肯定特别兴奋，他们一醒来假如是在我的房间呢，看到右边那个无比豪华的游戏设备，哎呀，想想都开心。如果采访过程中被 cue 到一些不友善的问题，我内心的真实想法是？内心真实 OS 就是，其实告诉你们也没有关系，但我就是不是很想告诉你们。我觉得有些事情怎么说呢，作为一个演员，我觉得大家想要了解我们的一些事情啊，一些内在，我觉得非常非常理解，我觉得这也是演员的本质嘛。但有些太过于隐私啊，深入的事情，我觉得这应该大家还是要克制一下。哎呦，最后一个了。如果和爸妈一起看电视，电视机里正在播放自己的吻戏，你的第一反应是？那我不会的，现在还没有拍过吻戏。黑大猪蹄子。他们说就是在跟父母一起看电视的时候看到那些吻戏片段会特别尴尬，那如果是自己演的话，我觉得我爸妈应该挺乐意看的吧。一定得念吗？不念受惩罚吗？念也没有惩罚，但是其实我妹妹作为你的粉丝来说比较想听。我真的受不了了，我看我就觉得我快不行了。吴磊，我的生命之光，我的欲念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你知道吗？天有100种方式除了吃糖，还有每天99次想你 ，OK 吗？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孩子你好好学习吧。哎，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认输行不行？后面这条还要过分，我的天哪！
哎呦我的妈呀！啊，三十今天的美貌也在用心营业呢。她的鼻梁应该登记为文化遗产，她的容颜应该申请吉尼斯纪录，她的侧脸应该制定为国家一级保护。我的天哪，后面这个还要可怕，真的那一条一条。嗯，谢谢大家。立住什么 flag？ 我们的 flag 是你太害羞。所以我怎么样才能过掉这个环节？我给你准备了惩罚。你刚刚说没有惩罚的。当然惩罚了，我已经念了三分之一了。惩罚吧，惩罚是你惩罚来吧。惩罚让给你有机会反向向粉丝访谈。那我就把最后那一条没有念的念给大家吧。真是我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倾国倾城的大妹子，我要把我的爱、我的肉、我的灵魂、我的整个耳朵给你，大妹子们，你们知道吗？我最想去的地方就是有你的地方，我也没有什么癖好，就是想要把你收藏。哎，你看念别人就好多了，我都不知道我刚刚在念我自己的时候我是怎么过来的。flag 还是要立的，万一实现了呢？我要立下的 flag 是今年把车学会。用一句话来总结给你提问的这位人：诚实、帅气、单纯，实诚、耿直的好男人。评价一下今天采访你的那位兄弟或是姐妹的妆容。